Hello， 大家早安。今天大概8:30呢，就有搬家公司到我们家了。然后这次找的是木星推荐的精致搬家，他说他们会打包，然后再把它搬到新家，然后再把它归位。所以这一切就是，我不用打包，我不用自己归位，认真。然后木星说他真的就是坐在旁边喝咖啡，喝到他狗跑走他都不知道，还是被管理员抱起来，真的是很强。现在人家在收东西，你还是会觉得有点怪怪的。等一下看状态吧，就是好不好？这是谁家的姑娘，长得这么漂亮？难道是仙女下凡？而且我跟大家讲我有一个很扯的东西，它叫岩盘浴，他们还要帮我把岩盘浴收起来。怎么拿起来？麻烦你们。而且我还有个金洞，就是为了发财，你知道吗？为了赚钱。是的，外面那边冰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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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包的感觉真好。我还穿着这个睡衣呢。这样会不会搞得真的太废啊？我至少去换个外出服吧，注意一下形象，去换衣服了。悄悄打包我的连排浴，嘿嘿，瘦身排汗。我好舍不得这里哟、我好喜欢这里耶。可爱的弟弟妹妹们，好年轻啊，而且他们很专业。小心一点。刚好被我拍到。老板今天搬家，我们来看看老板在干嘛。老板，你好废哦！人家这么辛苦在搬家，你看，叫我了吗？帮到他的一些困难的地方。我很废，我还要打去那个电信公司退租什么的。怎么又躺回去了？老板，我要干嘛？你需要什么帮忙吗？用。他就是拒绝我。对，如果有窗，你还会继续躺着吗？我原本希望他们不要进去那一间。好吧，那老板你就继续躺着吧。好饿哦，好早起哦，好想吃东西哦。好想睡觉，好多饮料哦。他们很辛苦，这个都是体力活的工作。桌上有饮料，你们可以自己拿来喝哦。有奶茶跟红茶。人家这么认真，你打扰人家工作。老板，你不要打扰人家，你赶快吃早餐。我也是，耶！哇，为什么要不喝酒？小豪，你等一下这边帮他上两个字，废物。哦，我因为刚好在附近这样子。跑我要干嘛？你帮我。哇，多了一个人力。你现在可以离开了。我就是很有责任心的，住在这边跟妈妈一起。我可以做发挥，但我不做这件事。你们发公司的名字不要叫公司搬家，我直接叫。干嘛啦？你要吃第二份啊？这是都我的。早餐吃又不会胖，早餐不会。一颗葱蛋，健康吧。早餐第一口吃蛋，之后吃的都很容易。可是你刚刚第一口是巧克力吐司，对，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他现在觉得你这样是心好男人，可是他是先出去吃东西的，然后我一坐在这，看他们需要什么。早餐的那个铁板面系列。没有一个真的有实体的那种肉，是真的有肉。所以这是早餐店的满汉大餐吗？这其实也要下去。对对对，等一下他们会依照顺序下去，他们有他们的顺序。哦，有他们 tempo。我坐在沙发不是用我背，是我这样子教他们干扰他们 tempo。不要叫精致搬家，那我们叫什么？你们要叫喝咖啡。还是我们来开个咖啡连锁，好不好？好嘞，好嘞。还是送小孩搬家，送小孩怎么样？你说送给我吗？对，我可能养不起。搬的差不多了，老板现在来巡视。最爱的发财鬼不见了，很厉害。你知道那一个金洞多重吗？应该有40公斤。40公斤还好啊，对他们来讲真的还好。哦，真的好、哦、小 case， 听到没有？所以说啊，我刚不是自己故意坐在那的，因为真的看久了，你就想要挑个位置坐。不是因为说他刚吃完饭回来那边吸个地，你就觉得他好像很心好男人，然后就开始做家事。不是，我刚开始他们刚来，我也是这样子，我也是要帮忙东帮忙西，
结果呢，他有付出一点贡献，他刚好在吸地。你能帮些什么？来秀一段，秀一段。这边要想一下，这边刚学而已。刚学而已，还没有很熟悉，谢谢。算了，好累。比你预期的多。等一下会传照片。对对对对对啊！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对啊，你的东西啊！我东西有那么多，真的有，真的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。你当初你为什么会看到这一间？因为我很喜欢这里。所以你是很舍不得的。嗯，我不想搬。这房子是真的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拍了啦！那、你接一个出去关门。我不要接了，接什么出去关门装着？再见。你还有东西没带走哎、欸？什么？来，你拍一下那个牌子。啊！不行，要拔什么？哎、欸，老爸，你坐在门口干嘛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以为搬家很简单是不是？你以为搬家不用联系中那个电信公司，不用联系那个饮水机？坐着好像没事，但是一直在联系，所以我说我脑子很乱。现在是12点多，我在整理一些小东西。基本上呢都差不多就定位了，我还要整理一些房间的衣服，但其他其实都已经调整好我要的样子了。我的新家，虽然想到旧家还是会想哭耶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我这一次的搬家很成功，这间房子我觉得也很棒，是因为它虽然比我之前家小，但是它的收纳空间真的做得超好，所以我以为我东西放不下，其实都放得下。哎，好开心哦！还有，记得看后面的影片哦。搬家适合买什么样的电视呢？今天呢，我是来挑一些家电用品的。来到这个门市其实蛮特别的，它是最新的，叫 Digital City。为什么会来这边？因为他们说这边的装潢跟感受，跟你一般去全国电子的门市会相当不一样。我想要挑电视，可是我需要一些建议。建议好，那这边请，我会介绍你这台。Sony 的 X9000H 这一台搭载 Sony 的超万晶片，它可以使整个画面看起来更正式，同时它还有搭载 LED 矩阵式以及高光感的背光技术。好，对，这个主要是针对对比，对比，对对比。医生，你是不是听不懂？是不是听不懂？你有没有自己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，你有没有黑的地方都是你自己的影响？有。对，但这台就是不会有这个问题。是这意思？是吧？没错。那你刚刚不是这样讲就？那我现在有一点点就是想要知道说，这一台摆这里是要我买它的意思吗？老实说，这台就是跟我们送你这台电视是完美搭配。所以你刚刚讲那个画面，其实它就很适合打游戏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有玩一款游戏，它就是暗黑杀人的那一种，然后整个画面都是黑的，看不到这样子。我知道按哪一个。哇，那这台就非常适合你，因为在很暗的情况下，你确定还是可以看到敌人。真的吗？没错。哇，好吸引人哦。同时它也有搭载原色显示技术，整个色彩画面很鲜艳的感觉。那另外再跟你讲一个，它这一台它有两组的 HDMI 2.0， 对，这是未来的趋势。对，之后你要支援更高规格的画面，是不是又听不懂了？就是一条线里面呢，它可以包含音响跟画质。那它有两个有什么意义？你就可以接其他的啊。你一条线是接 PS5 嘛，另外一条线可能是要接扩大机啊。对啊。其实今天来这里，我觉得舒适感跟空间感大非常多。你没有特地锁定哪个品牌，你想要做功课的话，我觉得都可以来全国电子的门市问。